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来到本期大叔观战的观战一把绝活记录员啊！我们之前也是观战过一次，打得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凶狠啊！连续两个震慑，直接锁定一个四杀。这套阵容的话，佣兵前锋病患加心理，这套阵容前期抓人并不快，然后呢？又有 OB 位，穷者其实是有操作的空间的，就是通过前期的牵制，然后配合着前锋的一个干扰，把这个局面拖成一个四人开门战的。那主要看前期这边的话，上来抓病患，其实，我觉得记录员抓病患啊，抓杂技真的蛮难抓的，因为他们有位移能力。这边你的一个记录这个时间点，我用道具，然后。你这边等到那个记录结束了以后呢，我这边用那个交互点啊。但是这边的话，两波起板，猎刀打，好的，这里是用了一个自己的攻击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病患其实做的还蛮好的啊。你这边虽然起了两块板子，但病患这边的话完全没给到身位。整体上来讲，这个击倒应该是要奔着1分30秒去了，因为现在这个闪现身位也不到嘛，所以说他这边只要能够交出最后一个勾。时间上面来讲，就奔着就超过1分30秒了。如果说这个勾还能再玩的好一点，拉一个大点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局求者真的有机会去完成一个四人开门战。前锋甚至可以，如果这边闪现交了，前锋可以第一波就来保，直接撞哟。这波撞，意图稍微的明显了一点。那这样的话，闪现把前锋拿了，闪现一刀好的。但这个前锋是能二六的，救下来是能二六的。这边的话，心理学家移情。没有给病患吗？给病患，然后佣兵来救吧。这边佣兵的机子刚好被压了，那我就去救一波人。这边的话状态不好，还行还行还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挂上已经两分钟了，然后外面的机子大家可以看总量，也是超过两台半的。所以说这个局求生者这边如果佣兵待会儿救下来，这边应该再记录自己的攻击，然后来打一波防佣兵。这个也是现在记录员好像都在尝试的，慢慢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就是本来的话呢控场和追击，然后现在的话呢再腾出手来打什么呢，打这个防守了。这波的话是没有能够搏到第一刀，他这边应该想的是你这边可能会直接扯跳过来直接扯，所以说我这边上来第一刀先打，打出一个震慑以后再配合我的这个彩影打上来的话就是一个直接击倒了，但是没有能搏成功啊，就是他自己本身这一刀是博弈跟你来博一个震慑的，没能成。前锋的话这边道具没有了，心理学家要不要来帮忙扛一下，道具不多了应该这样讲，心理学家我觉得可以帮忙扛一手，因为毕竟前锋上挂了呢，他就是个二挂，外面没有 OB 位呢保不下来，现在是无效，这个窗用不了，再把这个窗封一手，好的，一刀带。就如果能扛一刀的话，我觉得求者真四人开门战的面会更大一点，因为不扛的话呢，这边人一旦挂上以后，我就那个心理学家就有时间去压最后一台机子了。那这样的话，求者得多修一台，他们得再修一台机子，他们得修两台。现在的话机子不够，那这个局我觉得应该是非四人开门战了。就是刚才那波能保，我觉得有机会四人开门战，保不下来就没有了，保不下来就没有了。佣兵这边来救人。这一旦是个震慑，佣兵就倒了啊。所以说还是要谨慎。这边是没有记录自己的攻击啊。佣兵帮忙扛刀。这边的话，其实可以封一下机子什么的。我觉得先封机子，再选择。那要封机子了。这不封机子，机子够吗？我们看一下。这里是心理学家外面重启了，五秒钟以后闪现。那重启的话，好像是确实不够啊。重启的话确实不够，一刀带走。这个时候再来封吗？看一眼。啊，选择不管机子，这么清晰的吗？就知道你们机子不够，然后让你修，修到最后，我再把这佣兵挂上地下室以后，通过一波无效让你压不了机，或者说通过一波帮你修机，然后把这密码机点亮。你还别说，真可以啊，真可以。这边把佣兵挂上地下室，然后我反向。我正向帮你修机，把这密码机点亮了，我看你病患怎么救人。你的压机还得非常小心才行，对吧？如果是无效了，这机子亮不了，我觉得反而无效可能还好一点吧。这但凡是那个啥，就是帮忙正向修了，这机子你都不敢压。
再记录一手，那 这边先锋啊，先锋打一刀，佣兵这边有闪现的传送，好，那机子亮不了，这机子一定亮不了，打的好的，一个翻盘多抓，这没办法，这没办法，这就是我上来就给大家讲到，就是现在那个记录员他们的这个控最后台的能力太强了，控最后台能力太强了，嗯，也就是求者只能是通过那种就是。哎，这边落地刀，落地刀没能打中，那好像还能救一下，还能救一下。哦，捞得下来吗？打，捞下来了，捞下来。佣兵先走，去压机子。这边的话，心里走不了，也不对。那没办法，再来以后，我再打。佣兵要倒地。先把心里挂上吧，挂上也行，因为这边的话，机子跳货币过去量，佣兵拼命来救。拼一个命来，这里捞下来，还可以。那等佣兵，击倒病患能不能亮机？哟，这距离有点远啊。这机子而且还没好，看到这机子这一幕，突然之间感觉机会不大了。确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顶尖的记录员啊，在特别他刚才。在佣兵帮忙扛刀前锋在跑的时候那一波，他对于密码机的一个判断也太清晰了。要我感觉这最后台机子如果你不管有可能就修掉了的。这边封一守门的话，病患剩一个勾，应该是有机会能尝试一波地窖的。再记录一手打。慢慢的用这个远程来打，我们要看地窖在哪里啊？看地窖在哪里的？地窖离得真的好远，一勾好像不足以支撑它能跑地窖呀。但这样的话，放出一个身位，先记录，病患一勾往中间走，似乎有可能能走一个地窖，似乎有可能。但这波没有能够交一个比较好的勾拉开距离的话，一刀带，好的，一个漂亮的四抓，感到不行，我们下期见，拜拜。